你坐着，我们聊聊个天吧。聊聊天哦，怎么这么好？对你过年要去哪里玩？过年带全家去日本，打算要去哪里？迪士尼吗？哦，其实还没想啊，就想说就是自由的，到那边想去哪就去哪，放松心情比较重要。不然带小朋友，你规定好行程真的是带小朋友完全不能规划，对对，只要一规划你就会崩溃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哎，有人去陪聊还不错，还不错啊，工作起来感觉好多哎，看这些摄影师开始有效了。你觉得小孩改变你人生什么最多？我觉得是生活完全改变，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蛮常会跟朋友啊出去这样子玩，但是我有了小孩以后，就是其实我生活圈都是爸妈，然后一定要有小孩，对对对，然后你周末想的所有景点都是亲子景点，就是你没有已经没有那种什么，你说什么自己的，对，所以为什么需要酒精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所谓酒精的那个，有时候你出去想要点个酒，你还会想说那今天小孩晚上谁在顾？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，你还是会选择当妈妈吗？还是会，还是会，我就是喜欢啊。那你有想过因为小孩出现，然后你有忽略老公吗？我跟你说，说真的，前半段有，而且你自己不会察觉，你就只会觉得，你只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老公不帮我？但是常常你们忘了，你们的老公也只是一个比较大的小孩。真的，我觉得需要时间，然后跟一个，就一个。就一个点，你才会觉得突然觉得，哎呦，好像老公被冷落很久，对，好像有一点点可怜这样子。我也不知道今天来的是会怎么样，就是有些是，就算你愿意帮助他，他也有一点点不敢放手。他把自己当妈妈的这个职责无限上，对对对，这样的话就很辛苦，很辛苦啊。我也是到后来开始慢慢，我就会觉得，哎，如果家里有人愿意帮我，我出去跟老公约会一下，需要，我觉得真的需要跟老公约会。回来我觉得我好像少女了，突然有一种觉得不一样。对，我回春，你因为你把那个妈妈的职位放下了，所以妈妈真的很需要让自己休息。对，所以今天这个，我觉得今天这个就很棒，可以让那个妈妈们来。好，今天妈妈限定饮料就是一定要有酒精。好，真的好，所以 good idea。然后妈妈没有罪不能离开。也没有到那么严重。我跟你讲，要离开财神那边之前要先酒测，没有超过0.6的不能离开。你跟人家相反掉了。0.6，对，一到八我买一个酒，0.6会被抓走。